力往前飞高高，看一下那个做进场有办法接到他后排吗？带球盖下来，但是黄滴滴的位置并没有。不牛逼。浪费掉一次的球，哇，他被点死，他就不行。那我们先用。是后方的不万，前方站着换马，跟着血量非常非常惨，在前方站着进倒了下来，再转跟着这个进场直接刷两个，哇哇，三名成员倒下来，但是马吉被打出了涅槃，他想要留人，在子睿跟这个星爷的位置都很差的情况下，哇，水晶大招，后续的话子睿还有活着，但是还好的是子睿的指挥真的很漂亮，持续的风筝，但是中路怎么办？对，中路这边会带 recall 塔，真的是蛮麻烦的，他可能要命，哇，不到了，别做进攻，能不能直接带走？如果难的话，子睿，他们就换到子睿，哇哇，他把子睿抓走了，哇，那是感觉是一波了，对，没有人了，十秒钟，啊，有机会哦，有机会吗？八秒，七秒。先处理这个母蛙，这边直接开电，直接来了，直接电掉。哇！但是他还在吹珠宝啊！当中看一下万金吃的够不够快哦，对方的话再点被推了回来，最终的话，红尘凯撒还是由 NK 给拿到，而且。漫画专业人已经给没了，再往前一推哦，再推向梦冠军，往前直接炸在这个宅口里面，而且。狂汉的话，他真起来，自己还是自身倒下，不了 B 三推到墙上，直接壁咚，看你往哪走。涅槃真再起来想过墙，但是凯旋已经在草里面等你了。杀。这边的话呢，花友丢到，看一下侧面 T 零能不能够救到这个皮卡呢？皮卡的话再出个佛墙，出来之后看一下后面佛文的位置，迪亚克盖上墙之后呢，皮卡按了一个顶双往侧面拉，这边想啊，对这个，皮卡的话呢被放倒，看一下后面浪。等下进去中间攻，中的话黄皮力原地开战，但是话呢只能往前做进攻，中间金蛋这边打出中间的二技能中的 T1 已经点了进去，哦，走的黄皮力被处理掉了，只是 T1 还活着，这边的 double kill， 哇，往前再点一个，哇，侧面的 T1 还没死，没错，只会打下了 triple kill。没有办法参与到这期的会战当中，只能选择到中路把线往前再更挤。更推荐到这个二塔前面，有机会拔这个二塔吗？拔到很削哦。提问想要拆这个二塔，应该是可以走得掉了。对，应该拆得到。可以。那这个时候要看你的上半部，尽量赶回家。哎，快，他想要留人。哇哇，榜四也命中了，这个走得掉吗？看一下，隐身往后面拉掉，豆腐三个往前再敲一棒，这边想要去处理这一个耶娜，往前再敲一棒，居然是双双殒命。时间剩下两秒钟的时间，只能复活走出这个主板吗？最后一台炮车，没有办法。哎呦，是你脚出来，但这样就少了一个顺番的开战手段了。暗熊伏羲这边蓄力往前飞高高，看一下那个做进场有办法接到他后排吗？带球盖下来，但是黄滴滴的位置并没被牛逼切到子睿了。是的，子睿这边很危险，哇，中间心态的二技能这边换的，哎呀。看一下上半部分的话呢，一大哇没了，配合着凯撒这一波是要结束啦。现在星爷一个人没有办法挽回这个颓势。